我小弟说，朱阿姨的披萨屋一直waiting。看今天的月亮，很美哦。那个树也很美。然后这里有钱人停车停这样。什么蝙蝠侠的车吗？太低了吧。蓝宝坚尼吗？好扁的车吼，停这样不行呐，这违规哦。南港公园好美哦，现在晚上8:30，晚上8:30的月亮好美哦。